请问你能不能让我们进去拍摄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请给我一个行队。切，这种东西我也会拍嘛。啊，对了，来看一下跟王狗做频道后有没有人来我的主频道朝圣加订阅。嘿嘿，我来看看吼。咦，怎么只有一个订阅者而已？那是谁订阅我啊？我来看看。滚！啊，都这样啊！王狗竟然没有把我的频道连结放上去介绍，太令我失望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来当个不要脸的垃圾，放一堆奇怪的昵称账号，像是爱吃鱼、宝贝贝之类的，然后疯狂到每个人的留言底下洗奇怪的影片连结，反正被发现只要改名就好了嘛，呵呵。对了，既然王狗之前都没办法成功进去轰炉地，那么就换我来试试看吧。我想阿飘应该都拿我这个臭酸肥宅没辙啊。对了，既然观众都那么喜欢小 C， 那这次也把他骗过去好了，呵呵。那间很赞的火锅店就是在山上哦。哎、欸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是有名的汕头火锅、哦。最好是真的有，我明天还有课，要是拖我时间，你们就死定了。哦，山上的空气真新鲜啊！咦，那个人是？哎、欸，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这道耀眼的光芒，是王狗大大，王狗大大。没想到能在轰炉地这里遇见你，是我啦，我是那个跟你租借频道的乙醚，真的很感激你耶。哦，这样啊，你就是那个为了抽一番赏才经营频道的肥仔，不是，我是说 YouTube。哎，小西，你有没有觉得王狗的声音跟你很像啊？我觉得不像啊。哇，林大小姐本人好可爱哦。如果可以让我们进去轰炉地探险的话，麻烦给我一个醒杯；如果不行的话，就给我一个笑杯。又是笑杯，哎，连续六次笑杯了呢，那我们岂不是跟王果一样不能进去探险了？没关系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们再来试一次。不好意思，我再问最后一次，如果可以让我们进入的话。靠，怎么回事啊？这风也太大了！看来他们真的很不想让我们进去。一定是你人品有问题啦！哎，奇怪，小西怎么不见了？干嘛四个火锅那么麻烦？那店到底在哪？快吃一吃，我要回去补眠啦。喂，小西，你等一下啦！哦，小西，等等我们啦！啊？这怎么啦？哎，肥宅，你看那个人形立牌好恶烂哦。是挺恶的，可是重点是，我们说这里有汕头火锅，根本就是胡乱的啊。那个到底是？没想到店家那么贴心，还有放路标，那应该很快就到了吧。小司仪，等一下啦！这路标感觉不太对劲哎。哪里不对劲了？你们真的很啰嗦哎，是你们自己说有火锅在这边要来吃的，他是在怕什么啦？哦不，没有啦，没事。我们继续找啊，继续找啊！哎，肥宅，我们往好处想，搞不好这次又可以拍到劲爆的东西哦。可恶，是没错了。哦，有楼梯，而且还是向下走的。怎么看起来好像没有尽头啊？小西，你还要走啊？啊，就快到了，没差了。哎，你觉得这条楼梯会通到哪啊？不知道哎，而且我也没听说过这里有登山步道之类的。哎，奇怪，小西怎么不见了？真的？他要走那么快吗？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没办法了，只好下去看看他是不是在下面等我们了。终于走完了。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！没办法了，我们还是掉头吧。我想以小西那种个性，应该没有阿飘会想碰他了。我同意，那我们回去吧。等等，刚刚走过来的楼梯怎么不见了？碎毛，你仔细看，那边好像有人呢。真的，有个穿红色衣服的人站在那里。我们要不要过去问路啊？谁啊？谁在碰我？小西，你们不要过去哦，那里很危险的。来，跟我来。我已经找到那间火锅店喽。哦，好哦。你们看，摊子就在那边哦。靠，这里还真有火锅店呐、啊！我帮你们都把锅热好了，快来吃吧。啊，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像没什么食欲。哎，我也是。哎，小西，你脖子上的疤什么时候不见的？你跑去雷射除疤了？喂，森毛，你不觉得小西怪怪的吗？怎么说？你想想嘛，他平常根本就不会对我们这么温柔啊。如果是平常的小 C， 那他早就跟上次一样，把我们丢包自己绕跑了。还有你看，他竟然在吃他最讨厌的虾子，而且还愿意自己动手剥虾。哎，对哦，小 C 是因为讨厌剥壳才不喜欢吃虾的。所以我就说他怪怪的嘛。哎呀，我真是大意啊。
还是被你们发现了。对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熟悉的摄影棚。刚刚那个呢，是我们的新系列，叫做《灵动新乐园》，它是一个长篇故事，去找一些时事以及当代最新鲜的事情，融合在这几个角色的动画里。里面呢，会放上我跟他一起绞尽脑汁讨论的 idea， 以及一些我影片中的彩蛋。有看过影片的人，不知道有没有发现，乙醚他们进去宝龟的那个山区，跟我去宝龟那个山区是一模一样的，甚至可以看到他后面走进的地方。我牛眼泪那一集去的也是这个山区。这里就是我们上次通灵者觉得很不对的地方。我们左右两条，哎，右边这一条比较黑，然后我们左右边这条，有没有感觉似曾相似呢？还有我手上抱的那个娃娃，应该看得出来，它就是琳达吧？嗯。那同时也欢迎，如果你有什么很精彩的故事，都可以告诉你，那我们有机会把你的故事放进去，或许在某一集就可以看到你的故事或是你的 idea。我们会希望把当代的一些事情当成历史，给留在这部作品里面。那这部作品呢是长篇的，终究还是会导向一个结局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任何一集。说到这边呢，我来说一个题外话，我还蛮好奇说，喜欢猫的人比较多，还是喜欢狗的，还是都可以的呢？因为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以前是会觉得狗我比较了解，出去我的目光有一只猫跟一只狗，可能会 focus 在狗的身上。但是呢，现在寡龟之后呢，我发现猫也是一个很猎奇的生物，痛哦。不管做什么，他喜欢跟着我，或者是他会做一些很瞎的事，比如说那里有一张纸，但是他是悬空，他就直接踩在那个纸上，然后就掉下去，很蠢又很可爱。那就在我很喜欢猫之后呢，我不知道是吸引力法则还是怎么样，我就发现说，其实身边有很多很喜欢猫的人，蛮好奇说到底是猫派的人比较多，还是狗派的，还是都可以的。那我就开一个投票问答，我相信应该也会有人好奇这个问题吧，就可以请大家踊跃投票，解答一下我心中的疑惑。那 OK， 今天我们影片就到这啦，《灵动新乐园》的时间不是网狗的，所以我就。赶快在这里跟你们说再见吧，那我们下次《灵动新乐园》第三集见啦，拜。